国义后天后宫，那上天师啊，天都元帅太岁星君的宝殿。那你看那个空间，可以摆摊位呢，一天才50块钱呢，可以黄鱼、黄晒，哦，棒了棒了，嘿嘿，啊，一天才50块钱，哈哈哈哈，啊，还不够猛快，当倒插头。拿书来拜也不错哎，有人国义不？天后宫，嘿嘿。